开始不管怎么想，我应该都已经死掉了才对。结果一醒来，不知道为什么变成小鬼哥布林。再来理解，那这就是不知为何转身为哥布林的天马行空故事。哥布林的转身之一，快醒来，快醒来！这里面他就死掉了嘛。然后里面有战士、弓箭手、后方支援，就控场类的，然后弩电、巴迪亚、魔法师，然
再就是医疗，就莫属啊，不是啊。Thank you.
了解了解。其实来自比较
觉得可以